看到那个人来了。你宝宝在他腿上。嗯，放他在那边，他慢慢的要训练他离开啊。嗯，对，要让他自己在那边呢。嗯，很少看到，这个妈妈跑这么远呢。大部分都她一走都会带着。她今天是离她妈妈最远的。要过来了，要过来了。嗯。有比以前进步了，现在看他还可以大步在学走路。
好小、啊。它不会走吗？会啊，会走啊。会走，哎呀，没事，怎么这样拖它？嗯。拖着它的小 baby 走。放手了。哎，好小啊，让它自己走。好小啊，会走啊。好壮哦。好可爱，这个真的是电视上面的大猩猩。妈咪，你过来先看看这个小猩猩。看那个才能生的呢。哈哈哈哈哈小 baby， 他看起来在妈妈背后，那个眼神好美。左侧要爬上去，嗯，可爱呀、啊。宝宝还拿着，在他妈妈左边呢、啊。看起来宝贝啊，好可爱。看起来有宝贝。嗯，哦，在吃东西了。小朋友要从那个角度。